我今天钓到一只超级大的鱼哦，两只了，这样大的两只哦，小心拿好，不可以让它逃走了。姐，你是大赢家了咯，我们都还没有钓到这样大的，而且你们都没有钓到几多，我开心。加油啊！哇，果你又钓到大鱼了啊！怎么样？很开心。很开心、啊、我查一下他们的观，我查一下他们的地方了。我有观察，我观察了、啊、原来他们钓鱼哦是这样子的、啊、而且我们要小小声，不可以很吵哦。嗯， OK， 继续加油啊。 OK， 看他在跳舞耶，不要学他、欸、你看他的手，你看他的手，他在讲 Hello 耶。这是我钓的刺鱼。大赢家是王嘴嘴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竟然是他老母。来，林老母，怎样钓到这个有什么感觉？啊，很快呀！原来其实我已经下很多次饵了，然后他吼就很厉害，他给我咬掉，一直咬掉我的桶，然后我一拉的时候吼就没事，跑掉哎，给他跑很多次，应该是有五六只虫啊才钓到他。哇，终于钓到白黄这只，哇白，像平时那种江黑，哇厉害厉害，满大吗老婆？OK， 好。那嘴巴这样大，眼睛也这样大。为什么又不是我？还不是因为我老爸做主席哦。有啦，你我看我跟你也是差不多，也很大。好，又是看今天的战绩如何的时候啊！哦哦哦，看哇，你们厉害嘞，钓了这么多，来拿站在这边前面。我们要算一点。好，算看见啊。倒出来算了。啊，这一次给我倒出来啊，拿低一点哦。有吗 ？OK。哦，来拿那个箱子过来的哦。你看我吃鱼，它又想逃了，喂！啊，来放过来这里，喂，把大只放进来就好了，小只不要。吃鱼又要逃了。我看，妹妹，你那个放下来，我看。第一条大条。OK， 第一条大条了。那接这条大条啊，哈，放过来。这条大条应该是妈妈钓的。好，这个大条了。还有啊。两条刺鱼都跑了啊！啊，这是我的。OK。然后，好，还有吗？这只是安国弟，这只是死掉的。啊，没有了，这边有几条？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，虽然刺鱼是直接掉了，这不要了，这小只放回去了。还有八，哎，我钓了一条刺鱼。好，你们现在算看这边有几只小只的算。一二三四，姐姐像我们一次够算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我钓到多少条了？十六条啊。 OK， 好，把这十六条来全部给它放回去水里面，全部放进水。好，来快点给它放回去水里面啊，来放下去咯，留这里放就可以了咯。啊，有没有？快快咯，奶奶放下去了咯，快点。哦，死掉了就回家烫掉了咯，来快点。哦，快点啊，好来哟，这样大力逆伤好咯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哇，来我看一下，有吗？这边有几只，来妈妈钓是哪一只？没有斑，这回去就躺掉好了。一条一条的那只就是。哦，
不是，我还是妈妈 DNA 第二是最大的。我这也是掉很八只多啊。哦。哦，这是妈妈丢，来我看一下有几大个。我的手掌啊，哇，也不错了，差不多一个手掌这样。像我的嘞？你的啊，你的。你的我看一下啊。这是我丢的，哇，你更大。哇，你的好像比较大条嘞。阿国嘞？你的，我看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。这是我的。是我的。哇，你有的也是丢很大只下来。这是我的，是吧？像原来妈妈也是很小只。啊，哇，不错嘞，好，今天节目到这，全部我也是丢上去。好，今天的瑜伽黄嘴咒，好了，收工了啊。我刚刚说一组嘞，我刚刚说一组。OK OK OK。两个人是瑜伽了。OK OK。